电子探热针可以用来帮 BB 肛探或者液探。探热之前要先用火酒消毒支探热针，再开开关掣。液探，用手抱住 BB 或者将 BB 放在床上面，将探热针的末端放在它的腋下，用 BB 的手臂夹实，记住不要隔住 BB 的衣服来探热，直到探热针发出声响的时候就可以拎出来。肛探，肛探和液探一样，要先消毒支探热针，跟住搽上润滑剂。帮 BB 进行肛探的时候，初生和较小的 BB 可以瞓在床上，然后提高他对脚，跟住分开 BB 的臀部，将探热针插入肛门大约 1.3 至 2.5 厘米深，即是大约半个至一个手指头位。固定探热针，千祈不要过度推入肛门，整亲 BB。探完热，记得帮 BB 清洁肛门，同埋将佢放喺一个安全嘅地方。无论用边个方法探热，探完热之后都要记得记低毒素，然后熄咗个开关。记住，用完之后都要用火酒抹干净支探热针。